Hello， 我也姓刘，是吗？我叫刘宇，我弟弟长得很像你，他也姓刘。我们店里大哥也叫 Icon， 他就是听你的名字，他也取了一个 Icon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要不你们俩坐一下。我听说你今天本来约了剪头发的，他不跟我说你一定要来了，我赶紧。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？我很久没剪。你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？太短了不是很喜欢，像这颜色什么。我也想跟你来。那可以搞。你有没有不喜欢的颜色吗？就绿色吧，绿色可能不行。绿色不喜欢啊。这个还肯定还可以。这个颜色你俩穿肯定帅的。那就这个，是的。好，灰色。之前看他染的头发好帅啊。之前是一直认为打游戏当中最帅的选手就是你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我又没发出来。你是漂了以后染了黑，有点黄黄的东西啊。可以染那种什么深灰啊，或者是漂还是要漂的。你染了黑色，染不浅的。我给你冲一下，我给你剪头发。你就想扎这个？你认真的？你是来整活的？扎得了。喜欢他会打球。你先漂头发哈，佳妹儿，你真想扎还是开玩笑的？真的呀。你女粉特别多是不是？我没有。扎完以后你会女粉翻倍的。真的。前面女粉扎了这个丸子头以后，蹭蹭蹭的，不开玩笑。你来一个。我有点肿。有一起做过头发吗？没有。你们遇到好的理发师不会推荐兄弟一起去吗？没有遇到过。那我觉得你之前还挺帅的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，就是我这个发型。那我给你修一下吧，比正常的修一下帅一点那种修一下。嗯，或者扎一个。扎一个有点那个。扎两个。我们一前一后扎两个吧。你确定？搞笑男实锤了。状态不是很好，我们走。那我给你弄了吧。我要这样出门上课去。上什么课？上学。到时候把这个给我 P 成红缨枪。安排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可以问吗？可以。你觉得现役的电竞选手中长得最帅的是谁？刚刚跟着我一起过来的。冷少是吧？是的。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？我感觉他帅。我感觉他走了没有？他走了。我感觉你帅一点。之前一直认为打游戏当中最帅的选手就是你。你是个骗子。那你觉得他丸子的好看还是我丸子的好看？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他输给你，我输的有点多，好像。你会不会很菜的人打游戏？会的，坑你很多把了。也没事。我从 S2 开始打，我打了8年，没有上过把。你真行。我之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，你说你喜欢钓鱼。我感觉钓鱼能锻炼心态。那你去钓过没有？玩过那种钓鱼的游戏。我昨天刚跟他玩，他玩的怎么样？我也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带不动，带得动，就感觉少了个人，就看不到他人在哪。那个私少是什么梗？很久以前玩贴吧的时候 ，ID 叫这个，然后说了很多一些就年轻时候说的话。如果手上没有剑，我就不能保护；如果我一直握着剑，我就无法暴走。可以问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来打职业的吗？就那个时候玩这个游戏玩的还比较好，然后后面就刚好有机会，就是别人邀请我去一个队伍嘛。就是因为打得好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，我以为是因为长得帅，应该跟这个没关系。我觉得有点关系，长得帅，游戏打得好。我想知道你们内部对 Faker 的评价是怎么样的？哎，这是能说的吗？这不能说。你喜欢这个头发吗？挺满意的。真的。